知道离婚两个字说多了没有，索性最后来点干脆的，什么时候办手续你来定，越快越好。罗家，我告诉你，我妈是很认真来向你道歉的，你别在这给我耍个没完。别忘了明天上午办离婚。离就离。中天综合台今晚8点，当婆婆遇上妈。